接近
这是家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十字架是个救赎，但是原来十字架也是一个枯燥的记号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十字架被高举起来的时候，万民都要来敬拜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求圣灵在当中帮助我们，让我每一次当我想到神的救恩的时候，让我们有能力有动力，我们要回来起来，我们来回应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温柔的，你是全能的，圣灵啊，你是能够对人说话的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主温柔的圣灵。扬声歌唱，在高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。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扬声歌唱。高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。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扬声歌唱。找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。弟兄姐妹，请起立。风雨可是依然扬声歌，在我心中是，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，或者是成为我生命，就在这里献上敬拜。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，或者是成为我生命，走在这地，让我们再继续说，在我心中的手成为我的道路，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，或者是成为我生命，走在这地献上敬拜。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，就是成为我生命，就在这里最长敬拜。我要献上敬拜，问遭遇何时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在舞蹈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在我枯燥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在枯燥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歌唱。天父，是的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
我们开口赞美你，无论遭遇何事，是吧？会有艰难，会有患难，会有顺利的事，会有挫败的感觉。是的，是的，主啊，无论在各样的光景里面，我们定义要敬拜你。阿门。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你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。阿门。死因幽谷里，你也与我们同在。平坦顺利的道路，你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在活的时候，我们要这样子的来经历你，每一天，让我们的心可以跟你这样的亲近，能够感受到你的右手扶持我们。谢谢你，是的，主特别来祝福在我们当中。落入在特别艰难时刻的、弟兄姐妹，是的，心里的力量你帮助他刚强起来。阿们。也赐下你的话语引导他走前面的路，让我们可以牵着你的手在信心当中度过那个艰难的时刻。阿们。谢谢你主啊，我们的心要赞美你，我们的心要称赞你的伟大。愿你今天更多更多浇灌向你慈爱，浇灌你的医治，浇灌你自己丰满的同在。谢谢你，不仅我们，还有相信我们渴望更多更多这地的百姓都来敬拜你，都来认识你。听孩子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吧，我们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，把感谢归给他，把赞美归给他，把称颂归给他，因为他是王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赞美他，每一天我们赞美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弟兄姐妹。